我演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就是我演一个是你来就是怎么是抽筋了是吗？我给你按摩。哎，你别笑，你别笑，跳题了。我演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就是请我喝杯奶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，我很想喝奶茶，最近戒糖，但是我太想喝了。你再可爱一点，我可能会。你再可爱一点，我可能会请你喝。我要怎么可爱你才满意呢？现在的程度是五的话，把它调到十。黄远哥，黄远哥，哥，黄远哥。宝贝，你可以撒尿吗？好像还从来没看过你撒娇哎。啊？那就好像也没有人可以撒娇，那就对我撒娇吧。我要一起小秘密。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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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听说撒娇对于我来说就是这种。啊！把舌头吐出来。我没看到，刚才没有录到，没有录到。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这边录了，我这边录，我这边录了，我这边录。撒个娇。为了撒娇，我不要撒娇。帅气的撒娇，那能怎么撒娇？不知道吗？那能怎么撒娇？不知道吗？来吧来吧，来个即兴的，快点快点。想到了，叫什么啊？你不要那个球了，那个球不好玩。我点不了，接受不了。发现你刚刚那个啥都看不到我，都看不到我。卖萌，你不要再卖萌了，你不要再卖萌了。你就跟我表个白，你会。不行，你不能跟我表白是吗？不能，我不会表白。你不会表白？嗯，要不你跟我表一个，就算你的惩我的惩罚了。我跟你表一个，我早就我跟你表多少次了？你上次直播我才跟你说我爱你呢，每天跟你表白。哎呀。我的天哪！告诉他卖萌没用。哎，你跟我撒个娇呗。哎，你跟要扭啊这样。嗯，讨厌。嗯，讨厌。精髓。嗯，讨厌。